寸头分哪几种？寸头分圆寸、方寸、板寸、薄寸四种。圆寸是指头顶整体是圆的，两侧推上去。方寸，顾名思义，整体是个方形，只是没有棱角。板寸，头顶非常平，而且非常干净利索。但这种不适合头尖的人剪。薄寸，分为长薄寸、短薄寸。长薄寸的整体也是个圆的。和圆寸不同的是，它的头顶是用打薄剪子修剪出来的。寸头指短发平头板头，其寸是指一寸以内，特指很短。把头发剪得过短，就会出现这种发型。寸头发型中又可以分为板寸头、圆寸头和毛寸头，适合不同风格的男生。之所以显得很精神，是因为没了什么头发就把人的五官、脸和整个头型展现了出来，让人的目光都透露到五官、脸和头型上。